换一个名字，王甜甜，你最喜欢什么呀？其实不是最喜欢的，就是只不过那段时间闲的没事就会往嘴里放，这个不是最喜欢的，不是最喜欢的。对，那我们本人就在那段时间里最喜欢的棒棒糖。对。觉得他们为什么会送棒棒糖？就看我那段时间一直没事就叼一根棒棒糖是吧？ 对。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个棒棒糖。
这是他们送给你的一份礼物，你不会现场拿一根出来吧？这个能吃一段时间吗？这得拿保鲜膜裹起来吧，不然都吃不了了。你好实惠啊！我们现在帮你通过平台下单一下。好，这份礼物祝福送给你喽，好不好？啊！哦，尿裤子喽！啊啊！送你啥呀？这个合适了。我挡一挡，我对对对，你俩得挡一挡。一步是脚丫。哎，峰哥，你倒下来好顺呐、啊。怎么了？顺发人。时尚神经病。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我们的这个女嘉宾上场了啊，王一博，你要控制一下自己啊。